七彩牙箍变潮物，随时啃死啊！咦咦，喂喂喂，咦咩啊？唔通你哋唔知戴牙箍系最潮嘅表现咩？马来西亚、印尼等等嘅东南亚国家年轻人好兴戴呢啲七彩嘅假牙箍噶，真系要咩色有咩色，仲有 Mickey Mouse 花花款。YouTube 仲有片教你 DIY。如果不想咁山寨，都可以俾780蚊港纸买个 Pro 啲嘅，再俾多9360蚊港纸请个牙医帮你戴。不过都咪话唔提你啊，戴假牙箍系有风险噶，配件随时甩咗，棘住喉咙，引致口腔溃疡。听讲已经有2个潮人因为咁而死咗了。